下坐了一个左边的1080，非常高兴。第二次坐了900，不小心走的有点慢，当时风速有点有变化，所以我走的有点太慢了。所以第三跳我本来准备坐右边的1260，没想到没有机会去坐，所以我就是选择还是安全为主，再次坐右边的900，希望能进决赛，然后最终也是进了，非常满意。这个其实是预赛，预赛我们的目标不是去赢预赛，我们的目标是进决赛，所以希望明天我有更精彩的表演。